买点白菜去。一个五六斤多不多？我得买200斤，我要腌的是蒜蒜。啊啊啊啊没有200斤哎，你最多也就百把斤吧。你要200斤菜回去卖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要一点点那个东北酸菜吃。我整锅的白菜都在这里，就是80斤啊。不够啊，姐。不够，你要的也太多了。要么我在别人摊子上给你再搞一点。好、啊，那行，我一共称了200左右斤。200斤能吃完吗？哎呀，在我们那个东北那边乡，要是到了秋天腌的酸菜，你都买四五百斤，腌完都吃一冬天都。这一筐93斤，就算90斤吧。行行行，你们一个冬天就吃白菜吗？